炎热的天气，暑假马上冬等，由救国团民雄团委会所主办的大鸟魔法学院夏令营，带领囡仔学习丰富的内容，以及真济野外求生的知识。管理员王克豪也特别到场，甲囡仔做伙来体验活动。开始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不可以跌倒哦，跌倒你的分数就没有了。管理员黄启豪叫囡仔做伙来参加活动，这是位于民雄国中举办的大鸟魔法学院夏令营，同时嘛是今年暑假上夯、内容上丰富的夏令营。由民雄救国团啊，佮专业野队团队，携手设计超济超好耍的体验活动。管理员黄启豪嘛，交小朋友做伙来体验。第一届大鸟魔法学院夏令营在民雄国中热闹展开。启豪非常荣幸，开心来参加今天的开训典礼。我们总共有63位学童以及12位童子军，总共75位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一次的3天2夜的营队。我们希望小朋友可以透过这个营队学习到课本所没有的知识，包括野外生存技巧以及防灾知识，还有反毒的概念。我们希望小朋友可以在这个营队里面可以交到许多好朋友，可以一起学习如何过团体的生活。刚刚我也一起和小朋友一起参加毛毛虫竞赛，真的是非常开心，很好玩。那明天第二天晚上，还有小朋友都很期待独一无二的萤火晚会。我们希望小朋友在这3天2夜的营队当中，可以能够过得很开心，能够度过一个充实的暑假。也感谢所有赞助单位以及协办单位的协助。管理员黄启豪的表示，这是第一届的大鸟魔法夏令营，这场野队总共有75位的小朋友来共同参加，就希望各位小朋友在这间的野队内底，会使学习到校校以外的生活知识、团队合作、小组的分工分配、体验探索教育、闯关活动、消防体验、警务人员体验、童军生活。最新新闻整理，是民雄乡彩虹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